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虎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69级的一个单挑，观战方是一个69级的一个立盘丝哈，对战方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石头脸。咱们看一看，像这种物理门派单挑的话，速度会成为一个非常取胜的一个关键啊。对战方的这个大老虎也是带着一把无级别，还有火锤，非常爽，一把吐血，直接把观战方的一个天兵打倒。哎呦，这个大熊是带一个一致的一个大熊，配合了一个，哎呦，全是个性宝宝太阳面。但是这种个性宝宝的话，感觉有点送呀，因为对面的一个石头岭，平 A 一下就可以打飞一只，是吧？观战方出了一只牛头，像这种69级的一个利盘丝，打起来非常舒服啊！再加上本身魔族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加成也是非常的高，而且附带一个天罗地网的一个效果，好像是可以封印一个物理攻击啊，所以对宝宝的话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。现在场上的一个局势对观战方十分的不利啊，因为对战方的一个后排是轮追宝宝，是可以完美的控制观战方的一个子女的。但是观战方的一个伤害确实高啊，可以看到，刚才平 A 宝宝打出了2700的一个伤害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触发一把漫天花雨，后排的一个宝宝是差一点就直接被捅飞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观战方是打起了一个尸体战啊。好处呢是观战方的一个盘丝是可以一直控制住对面魔王的一个出手，哦，对面狮头的一个出手啊，抱歉，有点口误。对面的一个虚拟宝宝也是一直在神，双方的话运气的话怎么说呢，五五开嘛。观战方的一个盘丝也是带了这种嗜血翻，是吧？就是想飘出去，而且观战方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盘丝，他封人反而还特别准，这样的话对战方是直接被观战方的一个含情脉脉给拿捏了。对面现在也是，是吧？看明白了，是直接开始清理的一个宝宝。
这样的话，大家必须得抓紧把对战方的一个力劈的一个雷鸟人赶紧清掉啊，要不的话这个妞扛不住。可以看到每回合都会拍接近2000血。现在产生了一个局势，对八连王十分的不利。我在对面的一个力劈宝宝是被清掉了，感觉对战方应该先清一个盘丝的一个宝宝哈，而不是一味的去点这个尸体，因为对战方一直在点杀八连王，但是现在已经达到20回合了哈，可以看到一点作用也没有起到。反而观察方是越打越猛是吧，越打越猛，而且越战越勇。观察方起来继续封印对面的一个老虎，连续两把封印啊，因为低速拉起来封印了一把，然后自己是个一速继续封。现在对战方手里还剩下一只宝宝，观战方还剩下两只。现在因为已经打到第26回合了哈，因为力竭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双方的一个防御都降的很多，这样的话打人的话双方都是非常有伤害的。观察方也是一直在清对面的一个宝宝，这样的话对面的一个宝宝损失的非常多，这样的话对战方很难翻盘。可以看到双方的一个硬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观察方平 A 对面一刀2700-2300是吧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。感觉观察方的一个漫天的一个触发几率并不是很高，对战方是拉出了最后的一只宝宝哈。反观观察方还手里还剩下两只宝宝没有用，因为也没有必要出是吧，现在场上的两个宝宝完全站得住。你看对战方还在点人，你点人没有用的，你点死人的话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清掉观察方的一个宝宝，观察方是还可以继续拉的。你看就像这样，观战方直接把对战方打得弹尽粮绝了是吧，因为对战方应该带的这种五龙丹不是很多哈。这样的话咱们是恭喜观战方拿下比赛。